Baby. Coco。Coco。Baby， 你过来。你到底是输还是猫？真的吗？好。Baby 说的对。我只觉得这个我对 Baby 啊太信任了。七季以来莫名的信任，以后啊，我觉得谁再敢说你演技不好，我第一个跳出来反驳。我要把注意力关注在 baby， 不管他生不成 baby， 他依然还是貌美如花，还是我们心目中的小 baby。 你愿意把 baby 从小明那边抢过来吗？哎呀，刚才快哭了，赶紧快两眼泪不好。抖音。